要再去拿那把剑。对。哦。这个老板很好笑哎，这个。加油啊！你有没有吃饭啊？啊啊！我帮你。啊啊啊！那个老板啊，可以拿吗？啊？你会不会用坏掉？那个老板会不会骂？嗯，哦，你可以握着拍照，但是不可以拿起来。对啊，这是一把剑，还有写字哎，写 A B C 哎。对啊。嗯。是拔出来了，我要把血灌上。啊！不行，哪里用住了？这里粘住了，哦，在石头里面，对啊，看我的，呀，对啊，整个粘住了，对，那个是塑胶做的，那是给你照相用的，我现在保龄球了，啊，那个是你的臭脚丫，你要站在那里，对，像保龄球这样。你站在臭脚丫，然后拿那个剑。这把剑。对啊，就是这样。啊！快点来帮我。快点来帮你。啊！呀！啊！怎么这里感觉臭臭的啊？对啊，太臭了吧。嗯。自己去喝。啊，好了，休息一下吧。等一下电影开始，这个是多利多姿广告时间。广告时间哪有啦？有吗？不会自己开耶，你看，怎么打不开啊？啊？4:10嘛。4:10。都挂两斤了。把它刺过来。你已经在喝那个苹果牛奶，苹果牛奶了。那这样等一下还吃得下去吗？吃什么？回家吃饭还吃得下去吗？喝这么大罐牛奶，妈妈都喝小罐，爸爸喝爹爹。那我的是喝苹果牛奶。